堂堂准王妃穿成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？哎呀，本王不喜欢。你这么晚来找本王，所为何事啊？当然是带点好东西给你啊。这杯叫做大王，放过我一马。这第二杯叫做结婚不如搞事业。第三杯叫寂寞寂寞就很好啊。公主的心意本王心领了。大王如果觉得喝酒还不够尽兴的话，我们要不然来点游戏啊。本王从不玩游戏。哦，堂堂化兽大王居然不敢跟一个小女子玩游戏，难道是怕了？本王玩游戏还从来没输过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个石头剪刀布总行吧？请。我们玩起来。哦，对了，输了可是要罚杯的哟。可以，来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石头，石头，不，行，第一把我先让你。继续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，又赢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让你，第三把可就没有了。这游戏怎么这么简单？再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对不起公主，本王也不是有意的。哎，不瞒公主说，本王实在有些口渴。继续吗，公主？再来，石头，剪刀，不。